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让我想想，该怎么做呢？你好啊，朋友。我们有许多秘密，不好意思，您着火了。
该怎么做呢？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。欢迎参观我的画室。
想想，I don't know.
加一点毒蘑菇，还有鞋跟。渺小的叫很久很久以前，多管闲事的雷道，唔欢迎你啊！想要长生不老吗？正是时候。还有时间吗？雷道，唔欢迎你啊！想要长生不老吗？
你打败我了。